的史文斌和白冰冰就爱吃。欢迎白冰冰、陈思伟。大家好，我是白冰冰。我是陈思伟，这就是我的阿娘伟。哦，阿娘伟厉害，欢迎冰冰姐，厉害呀！我也是啊，规间拢我的冰冰家族啦，真的嘞，拢好你来照顾，谢，大家我拢有照顾，就这个照顾较济啦。我跟思伟讲过了，演艺圈都有一些所谓的潜规则嘛。你好，我进来笑脸呐。头壳嘛无想法，辛苦嘛袂叮当。喂，我这样，我就跟你讲哦。你就躺好就好，你舒展一步啦。你没有想法啦，你没有想法，你想法就好啊。他说啊，你这么。啊，还没有退休还在唱歌呢。没啦，像我跟钟宪大概是不会退休的那种人。我们没有没有，我脑筋那么清楚，嘴巴那么爱说话，退休了叫我们两个干嘛？信哥嘴巴说很快，他根本不行。他根本身体年龄。我当时哦，承诺他们两个，第一次我们三个人站在后面准备 opening 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讲，宪哥这个节目就跟你们做七年。对。现在多送我们两年，已经两年 ，bonus 两年，对 ，bonus 好啦，安尼好啦，因为你好搞在迄工贵足多，啊，无你体力遮好，海死龟增啊，哎，真啊是有影嘞，阿力固，保固同超保，我现在都是工作到很忙，回到家我都睡在沙发，啊，所以啊，那个床没有再打开的，有客人才会打开。是给客人睡的，客人都看客人，所以客人，我们就适合过这样的日子。拿着麦克风可以帮多少人，你知道吗？以前那个江蕙来上节目的时候，他打那一首歌，那个歌名叫做什么？哦，我不醉，我不醉，不醒不醒不醒，比较后期的，后期的，对对对，调调，对，我要被调调，对，我就心里想说啊，我们从头到尾都用国语在聊天嘛，来带来。这一首《假你懒条条》，不要念台语，他站在那边哦 ，NG 了五六次没有办法，笑到不行。我就在上海听到上海女郎，她说她因为很多台商，为了让台商开心，她就直接用国语唱台语歌。啊，我要唱的是那么台湾歌手有一个叫杨宗宪的歌，叫《谁人假我比》，她就唱福州红红心情沉重，唱到最后一句《谁人假我比》。来，有情风吹拂，好好好，哇，太经典了啦！有情的酒，这个简单的啦，阿斌，好。流浪着千里远，无一个小酒梦，心头酸，一生孤单路。好的，来问一下阿娃记哈。这一首歌原唱人是谁？后来是，后来是李翊君，对，翻唱。秋兰芬吗？不是啦，谁听啊？谁听？谁听？谁听？我还看过他们戏院登台的演出嘞。但是真正的原唱者叫做魔力行一记。哦，那自己的，哦，日本以前的歌都是日本歌改编的，我们翻的，哦，翻唱。哎呦，哎呦，我好有味道，哎呦，我有味道哦。今日も来て、哎呦，どうだったの？哎呀，哎呀，过来，哇，我给来了，来了。好想听你唱那个《娜娜萨基九九三》。也变了。娜娜萨基，娜娜萨基，娜娜萨基，娜娜萨基。但是被你们这些兔崽子改得乱七八糟，他们就把台湾的风化场所都唱出来。人讲台南的新店房价有车经，高雄的市政府后壁拢是卡扫经。
么清楚。啊，你演阿硬搞不爱选去。哎，你切去掉。哎呀，改成这样。谢啦。哎，一个一出格呢。出格。少年人改查某，下大裤，咸长呢多，咸钱改查某，人生快乐。咱这是金钟奖最佳节目呢。对呀，我们做娱乐节目，主要目的就是要让人家笑开。笑。我看着爱情被时间越送越远。哦，好熟哦。把我所拥有的一切都带走。就是歌名了，是传歌吗？这是要猜歌名，歌名说明。哎，差很多啊！准备两答案哦，一二三，我就觉得当初应该爱你，当初不该爱你，应该是当初应该爱你，当初应该，当初应该爱你了。有没有答案？应该没有了哈。好，一起来演唱《当初应该爱你》。这首歌有多久了？你们9955。对，声音很亮，对，我上次去听他的演唱会啊，太猛了，传歌啊，哦，他的 key 也没有降啊，哦，一样这样飙啊，60岁啊，太厉害，你看真的是哦，所以当艺人哦，能够这个高大哥跟我讲过一句话，他说，我说哎不行 ，TICC 这一场啊，你就旁边看，你不要上去休息，中线，身为一个艺人，我能够唱死在台上。那也是一种荣耀。哎呦，讲到的是郭金发大哥。哦，那个就是在高雄。郭金发大哥，郭大哥是在他喜欢的舞台上，喜欢的歌里面。对对对。盟主恩照，恩照，是是，他是应该是佛教徒了啊。哦哦。佛祖个传奇啊。哦，那么就真的在台上唱就走了，对不对？是。那我也在这里祝福我们所有。麦阿内，麦阿内。大家可以身体。一定爱，免你安尼讲，即摆大家是安怎爱对老艺人较好诶，即摆死足雄诶。用就烧咩啊！我爱一个死拢死鬼皮，你敢知？敢知？人阿东啊，阿东啊，讲咱台湾鬼足乖，叫伊七月出来，七月才出来，很照规规矩啊，足乖。没啦，没事。好，又来的抢答哈，抢答，剩下后面几题而已，抢答一题。我一记哦，你啊，来一记。喂，啊，你遐有多几机啊？伊遐一记尔，我伊你甲你一记伫遮啦，我一记就粗诶啦，上粗诶，人拢十几公分，我看。两公分我袂自卑，因为我是自信。几公分无关系，你根本就登去啊！你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你懵啦。